哎呀，我觉得所有男人都恨死我了。我觉得很多女生可能都不太喜欢男的比较斤斤计较的。哄女生啊，哄女生说实话我不是很在行，但我觉得我比较在行是不要惹女生生气，就你不要到哄这个阶段。我觉得应该说刚好最近被问到的话题都好相似，然后当然也加上我身边的非常多的艺人好友也都在经历另外一个阶段，所以我不停地被问到就是婚礼的话题。这一直对我来说婚礼、婚姻、结婚、婚纱这些东西跟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真的越参加越多，红包包的越多，看到的越多，回望自己的状态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的确有一点点受影响。原来我觉得我也是很在乎自己是不是可以跟他们一样是一个幸福的新娘这件事。你还在工作，但人家正在被保护被疼爱的时候，相比之下我们当然是希望当那个在别人肩膀之下的那个女孩。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应该算是我蛮意外看见的一个养成。